阿阿豪，你點解要揀啲流行歌咁得意嘅？可以係喎，我唔記得咗介紹我哋自己。好混亂嘅，我哋兩個都係阿豪，係啊，所以佢嘅 April 係我嘅 David， 係啊，嚇阿巴拉可能同佢帶佢喎，咁我介紹啦。我哋身邊成員先，啊，係，你自己介紹。我哋個 Timo， 啊，係，係，係，呢個係 ，Jason， 阿明，明哥，明哥。再講點解你揀真情流露？你爆咗出嚟！點解你揀男歌咁噶？係咯，我都好驚，你有冇揀男歌咧？我咧同大家其實都一樣咧，應該嚇會去啊唱下卡拉 OK 啊，我都係一個正常嘅人嚟嘅，我都好中意唱男歌嘅。咁咧就呢首歌係我學唱歌嘅時候咧，我揀嚟去學嘅。因為嗱嗰嗰時我都係翻嚟搞，咁啊都即係對信仰有啲認識。咁我知個聽呢首歌嘅時候咧，我見到上帝喎，我見到上帝，張學友就係歌神係咪？見到你嘅上帝係咪？係見到神嚇。咁啊，我唔知我點解見到神，但你留意下歌詞，我同你兜下不如睇下點解見到神。我諗你係覺得。究竟是上帝在世界裏面都我們呢，還是我們在世界裏面都上帝？即是對象是究竟哪個心裏面突然之間很安穩啊，我喜歡找到你，我們唱一下吧，唱一下。好啊，聽我把聲淺一點就可以了。仍然盡信我是這樣的無窮好運，能遇上无论
在罪人的时候，神为我们赦免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。我出第首歌，就系三十啊！好 ，OK， 呢首歌咧都其实我上面嗰个唱嗰个咧，我都识佢，都好好正。走到无力继续下去，当你感到寂寞困扰空虚，请你相信神完全明白你，愿助你解开困惑，抛开痛悲。当你跑到疲乏难再下去，说我是谁，只要相信神随时辅助你，就让你身心之神也深爱你，别害怕他知你难受，担当软弱软弱困忧，有啲人覺得，哇！你
使自爆嘅呢個，唔使我心煩，三十歲都唔使㗎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四十歲、五十歲都唔使㗎。我真係講講大話啦，不過又係。咁送俾大家。不再发回，仍要追赶当天失去，是与非不分，如幻想我是动魄欢。回望这半生，只有无力地徘徊在堆，到底怎可以走出这困局？想生命尽头，谁会生长世间拥有？学会简单的重拾话语思想一生。有错，难受吧，让痛。
仍是献上你面。